这里是位于云南德宏盈江县的鹰嘴山，2万多亩的马鹰杜鹃迎来了盛花期。在2200米海拔的群山中，一片片火红的马鹰杜鹃花竞相绽放，红得浓烈而奔放。马鹰杜鹃树形态各异，有的笔直如松，有的虬曲如龙，每一棵都是大自然精心雕琢出的作品。深山之中鲜有游人，漫山遍野的马鹰杜鹃用自己热烈的色彩装点春天。